娘，送他回家了。喂，问你呢，干嘛不说话？处理干净了吗？现在丢哪儿了？埋仔细了没？这里离城可不远，别被野兽刨出来。行，那他身上都有些啥呀？凭啥？行吧，行吧，就这样吧。荷包多少钱？我看看，妈的，确实是破东西，卖不了几个钱，你自个儿收着吧。真不知道你为啥稀罕这些羊毛，每宰一只羊都得留点羊毛，小心哪天留了痕迹，把你给害死。走，趁着天没黑，咱快去华州搞点酒肉。娘，这次你分的东西多，可得你请啊。娘，有活了，还是个大活儿。
城北有间客栈，关了尹三儿留的几只小羊。本来呀，这几只小羊是尹三的人去送的，但他们犯了别的事儿，被官兵给抓了。他现在无人可用，让我们替原本的人办事儿。哎，你会错意了，我当然知道你不杀小羊啊。我们要送几只小羊去洛阳。右口，你不能这么说啊，小羊又不是我们逮的，算不得右口。不过你愿意这么想倒是也好懂一些。你也知道的，尹三儿那人虽然一直是帮我们介绍劫道的活，但是他的主业其实是人牙子。这单确实是要把他搞到的小羊给送到洛阳，不过不是啥恶事儿，是善事儿。当然是善事儿啊，哎，你听我说，先听我说。羊，这几年各地大旱，很多羊都被饿死，所以啊，有快饿死的人家把他家的小羊卖给尹三换钱粮。洛阳那边呢，有一只大肥羊啊，他有的是钱，就是生不出小羊，便想从穷地方收几只来养。你想啊，那些穷人家的小羊们本来就要饿死，我们把它送到富的地方去，这样他们的父母不至于饿死，小羊也能吃得饱饱的，所有人都高兴了，咱这是在做善事啊。不瞒你说，一只小羊100两，四只小羊400两，你我对半分，今后几年都不愁吃穿了。妈的，扭扭捏捏的干啥呀，给个痛快呀。你要是不做，这么好的活我就找别人做，这不是看你身手好，一个能听俩。越早越好，我今天就要去看看。哎呦，我的二位爷，我总算把你们给盼来了。哎，快坐快坐。妈的狗子，没个眼力劲，快给二位爷上热酒。尹三儿，我们来了，梁说他可以解。啊，没定？哎呦，梁爷，你可不能没定啊。
哎，你身手好，又和心也熟，这活可不能缺了你。哎，我知道您之前没做过药口的事儿，也不愿意做。只是真的不用担心，你们这次的活只是运送小羊，小羊是怎么来的，要送给谁，都和你们没关系。哎，而且我也不怕给你们交个底儿，这次啊，收小羊的人权势滔天，哪怕出了什么事儿，官府也查不下去。哎呀，再说了，现在兵荒马乱，官府哪能管得上啊？哎，星爷，您说是吧？是啊，去他娘的官府！闪地好多地方造反，他们要么在贪钱，要么在藏钱，哪能顾得上我们？好，梁爷，我就知道你愿意做，这世上哪有人跟钱过不去啊！啊，狗子，去把小羊带上来。